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laire。 哇，又到了开心组感谢组的时间咯。是啊， Daddy， 你们发现自从我们开始不断的去外面跟这些农民接触啊，看到每样食材你就产生好多好多的画面。对啊，就好像连环漫画一样，一格一格这样一直浮现在脑海。哎，没错啊，你看那些哈茭白笋的阿伯啊，套炸六点就去茭白笋田才挖茭白笋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扛了一重重一袋都好几十公斤啊，就要到农会的运销中心开始来做什么呢？不是这样就可以卖钱呢，要来要分级，对，要来分级哦。所以其实啊，他们农民啊都要看天吃饭哈。对啊。然后呢，有些时候采收很多，其实蛮感恩。可是呢，哇，到这边呢就要被检验哦。你看他们已经分级特等，可是呢，如果黑心的话，五个里面只有三个黑心的话，哇，就被降级了，那价钱就差很多。是啊，一大袋子抽钱五只，五只有三只就被晒呢，就要打为优等，啊、不是特等。尤其我看到那些农民啊，有些时候看到他的那个茭白笋被降格哈、啊，他脸很失望，很失望。嗯，哦，因为价钱差很多。可是如果要整袋拿自己取。自己去路边卖，卖不完，所以又怕老掉，所以要还是要低价卖给他们。我们最好的 feedback 就是多多回应，多吃，支持本土的农产品啦。That's right。那你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我的工作呢，就是要把天然的食物呢，把它简单煮，然后让它很好吃，很好吃，那就越来越多消费者想去买它。对，来煮。我的工作呢就是介绍他的菜单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菜就是茭白笋焖红烧肉丸。哇哦，今天这个茭白笋拿来焖肉丸，那一定它更甜的咯，因为有肉丸。我一直跟他讲要煮快一点，让我有机会偷吃试吃，因为我很爱吃这个丸子，很像，不是丸子，其实做起来像汉堡。其实你外面吃的肉丸啊，大部分里面打太白粉，然后呢又加面粉去油炸，哇，好可惜啊！今天到底它的技巧在哪里？不用加太白粉，不用加面粉，可是呢它很 Q， 然后又不用油炸。哇、wow, ，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这三样东西是女生最怕会发胖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我们、首先这肉要选哪个部位？梅花肉。梅花肉。梅花肉呢，它就不会太，对，很 Q， 它的很均匀，然后又不会太肥，不会像五花肉那么肥。类似牛肉的沙朗还比较瘦。那我们这边哈，先把那个调味料调一下，调料有没有顺序？有，我们先把这个哈调味料调下来。干货先放。对，来，这只给你。好，这个是盐哈，不要都酱油，酱油而已哈，就太多了。好，那我们放一点香油 ，OK， 然后再来放一点点的酱油。酱油很奇怪，一般做肉丸子，很多人就是加很多的 sauce， 放一点葱姜蒜九汁，你都一点点而已。葱姜蒜九汁，你确定这样够味吗？然后呢，白胡椒粉。白胡椒粉一定要有白胡椒粉，请助理帮我准备好，有没有？有一罐。哇哦，因为没有白胡椒粉就很可惜喽。香哦，真的，一点点就有香味了吗？干嘛一次加很多很多的芝麻油呢？白胡椒粉大概加一茶匙，一茶匙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把这个蛋白，要不要来点糖？没有加味精啊，很多人都用糖代替。哦 ，no， 不要糖。可是呢，我们来一个蛋白。蛋清在这里给你剥好了。蛋白就是这样，有些妈妈不懂得怎么弄哈，你只要剥一点点。是，来，你看，咚咚咚，因为我们在家里有时做少量，有没有？当然你可以用全蛋，全蛋太湿了。那其实蛋白，我刚刚帮你剥的蛋白再倒回去啊。我这样教妈妈他们怎么弄吗？哦 ，OK。妈妈不会这样弄。是。OK， 然后就把保鲜膜包起来，哦、明天早上不会浪费啊、哦。明天早上放在那个荷包蛋有双黄，耶！我还说拿来做布丁嘞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其实蛋白比较粘稠，是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肉哈、我们是靠蛋白使它粘稠，对，有弹性。OK， 然后呢？然后就这样把它这样搅动，像这个就。我帮你妈妈。哦，要搅动的时候就要换大只的。OK， 那因为你打它哈，它就会很粘稠，打了还要甩哦。真的，我老公很厉害呢。有时候煮这样一坨肉，你真的不知道分量要多少。可是你知道我们的节目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试出最好的分量给你，不用多，可是 just nice 可以凸显食物的
那种怎么讲甜分，因为有时候你们发现我们常常调肉燥哈，调肉类的东西啊，你看我们就加太咸，太咸我就加肉，要不然就加味精加糖，那就越加越咸，越加越重口味。研究好那个分量哈，不要太咸，因为今天红烧肉。观众看我们节目哦，一点啊哈，眼睛睁大一点，越来越黏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那千万哈、哦，不要把洋葱啊、那个梅吉啦、什么这些葱先加下来，不然越打越水哈、哦，它就不够滑嫩。哦。不够粘稠，原来是如此哦。好，那你去摔这些葱都被你摔到破破了。那我们先打得很粘稠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要摔。我看外面在教很多是把东西和在一起，一直抓，一直抓，一直抓。你是先把肉打 Q 了，再来加这些馅料。对，因为其实哈、哦，肉啊、鱼啊，你只要打过一点盐巴哈、哦嗯，它就会有点粘性、嗯、，QQ 的。有点粘性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没错，好像它不需要很多的那个什么太白粉、地瓜粉，让它有粘性，不要。好，我们不要加假的东西，我们用真实的东西，就是用我们的爱心。都还没开始煮，我已经肚子饿了哎，这样的肉好鲜哦。那你这个借我一下，再借你，因为这个等一下还要用。难怪你说要两次都好。那我们这边你看哦，有没有点粘稠了？有，粘粘了。那这个肉要两次。两次什么、哦、要搅两次哦，买回来绞肉是事先已经请肉贩哈帮你搅两次了。 OK， 那这个我们就是这样甩。好，我散一点位置给你。嘿咻，就是越甩呢，甩要甩到里面啊，你一直把肉丢到外面，太大坨没关系、哦、你怎么不说你的碗太小了？我有给你一个玻璃碗比较大、这个哦、那个还是蛮小的、哦嗯、没关系。 OK， 那我们就是这样把它甩，有没有甩一甩？对，原来要靠甩功，对，是越甩它就越 Q。 我女生没有力气甩啊，女生没有力气甩哈、哦，那就是叫老公、啊、对对，你可以分两坨甩哈、哦。如果老公不帮我，就找老婆自己甩，分两次甩。对 OK， 就是要把它这样甩的哦，很 Q。难怪他说菜先不要加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然会甩坏了。对，哦，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老公进厨房帮忙？嗯嗯 ，OK， 那我们其实要甩大概15次，可是今天时间没关系，用爱心做菜哈，它还是很好吃的。啊、哦，我知道了，在家里做甩手工的时候就来练习甩肉。那我们现在要来加料了。好，我们哈马蹄、红萝卜先加，比较不出水的先加。哦 ，OK， 这有 pepper 哦。好，然后我们来打一打。嗯，你帮我加马蹄。我来加。洋葱最后，洋葱跟葱最后。红萝卜够了吗？红萝卜可以了。对，你借我一只小汤匙啊，马蹄哈、哦，就是拍一拍，然后拍一拍，然后呢，啊对 ，OK， 好，马蹄哦可以增加它的甜分，跟脆度，脆度，对，洋葱增加甜度，对，所以根本就不用加味精加糖嘛，对不对？哦 ，OK， 搞够 okay, 了, 够了好，好，然后呢，葱花，葱花 ，OK， 好，这样小朋友爱吃肉饱的人哈、哦，更要自己在家里做。因为在家里做可以加好多的料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做丸子咯。啊，你帮我切一些配料好不好？什么配料？切一些洋葱啊、哦、红烧的配料，增加它的营养哈、哦嗯、OK， 你是说我们烧的丸子里面不光是肉丸子，我们还要搭配竹笋不是茭白笋，还有其他青菜咯？对啊，就加茭白笋哈，加洋葱啊，番茄啊，增加、哦。因为我们有些时候现在小家庭哦、嗯，煮一道菜，然后再加一个汤或加一个青菜就够了。Okay. 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个哈、哦，就差不多100 gram 的一个重量哈、哦。OK， 我们做在100 gram 这样子。我帮你换一副手套。等一下 ，OK， 这边哈、哦，大概100 gram 的一个分量哈、哦，不要太小。OK， 很准哦。然后就这样子。在左右对甩，对，让它好像很实在，不会说碎碎散散的，你不会说煎了碎碎散散 ，OK， 这样女生不大有力气，就是甩，哎呦，甩小力，对不起 ，OK， 骄傲会露出尾巴，没有，我说你们女生甩小力很好，哦，好 ，OK， 可以了 ，OK， 好，来我们这边你看，哎，不错哦，挺美的 ，OK。好，那你切那个。好，我需要一个新的切菜板。好，我去拿。OK， 差不多100 gram 就可以了。切菜板。好，那我们要来煎哦。我们先来煎这个肉丸跟豆腐，比较久的时间，你帮我擦一下我的壁纸。有肉啊。好。肉喷到上面。OK，
我说要擦什么？就要擦你的鼻子，鼻子在哪里？好可爱哦，你的鼻子很可爱。来，好，谢谢。擦掉了，可以。不要连粉也擦掉了。所以哦，老公回家做菜很棒嘞，太太每次用那种欣赏的眼光看你哦，他会迷你哦，哦，所以你会很舒服的哦，这个。我说迷恋的眼神呐、啊，我会心情很快乐，会感觉很骄傲。OK， 对不起，哎呦，你很有形容词。我因为我新加坡人，有些时候不太会讲话比较直觉。这个是 directly 的 Singlish， 不是这样也好。有些时候真的老公听了会误会，他会去做菜。有观众啊，听了会误会啊。OK， 好，这个可以了，再一粒就好了。好，我们不要做太扁哦，因为我们做太扁会太熟。你今天要做焖的红烧的哈，那这个番茄是要倒扣整大块，还是切那个柳丁的哈？切柳丁的哈。对 ，OK。一切三。好，来，我来煎，你帮我开锅盖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看，男人当厨师很好哦，女生都当他的助手，喊一喊就可以了。好，记得啊，不要不要那个加那个面粉哦。哇。好，你看在那个甩沙包了。OK， 帮我抹油。啊，我已经帮你准备一个新的手套了。好，新的手套给你。OK， 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煎。那放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放豆腐，因为这个肉丸哈，这个它有一点点酱油哈，我们先放豆，因为尤其女生啊，那个妇女她的手脚比较慢，我们先来放豆腐。那我们用这个有机菜有没有 ？OK， 因为他们边放边想一下第一个男朋友在海边，所以呢放东西太慢了，所以我们呢就先教妈妈们哈，把油挤一点点在中间，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够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亲爱的老公，这个笨笨的女人出现了，现在。要我帮你剥一片片吗？这样会不会太大？两片，不要一片。两片一片，对对啊，那要不要一切二？啊，大片一切二。这样 OK 吗？好，这样可以。这样可以。对对。那这是外面它天然，因为我们要吃它的甜分。OK，OK，、okay okay, 好，那我们就这样抹油哈。OK， 一点点，然后先把豆腐放进来。OK， 那我们这个豆腐哈，要跟那个肉丸哈间隔放。OK， 这边放一粒，这边放一粒 ，OK， 因为你全部肉放在一起，它都在抢同样的蒸汽啊，因为豆腐比较有水分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肉丸哈，你看哦，放一粒在这边，放一粒在这边，妈咪懂吗？你不要把豆腐，你可不可以把豆腐同全部煮挤在一起？我很认真的在剥洋葱，你叫我不能分心啊！好，好 ，OK， 分开这样放 ，OK， 好，然后我们把茭白笋，茭白笋哈可以挑细一点，很嫩的哈，然后呢把它当桥这样跨上去。哦，哎，等一下哦，那是不是你这样子呢？我们要选的这个什么啊？小白笋是要选嫩的，适合红烧焖煮，整根的。对，我要用整根的，不要切了，是不是？对对。我不会，我觉得你有点危险，你跨在上面哦，又没有水，又没有蒸汽，可能不大会熟哦。嘿，你不要咒诅我的宣告。Okay, 对，你看啊、哦，等一下，你看很好吃的哦。是。OK， 我们就把它这个跨在上面，它的蒸汽会熏它，当然它的毛细孔不多哦，可是先给它熏，然后把它盖起来哈、哦，三分钟。OK， 那我做这边，哈，这边再做一锅，因为每次都不够吃，真的可怜了，看他们抢到不够吃，所以我们这边啊再做一锅。没办法，我们新的这个摄影师哈都是壮丁啊 ，Daddy， 他们需要力气比较多一点。对啊，男生其实消耗体力蛮多的哈，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放在这边，然后呢，还是先放豆腐先。这样子哈，我们放东西要让自己等一下好铲 ，OK， 所以呢你要放好好，这样子，然后这边就放四粒，一粒，这个肉啊，等一下煎起来刚好熟，很好吃。我们第一面三分钟
OK， 另外一面呢，我们给它两分钟煎，好，这样子咯，那就把小笋啊，把它跨在上面，好玩吧？好像是，如果你小时候有玩过那个，叠什么，那个 jigsaw puzzle 啊，那个什么，那个木头啊，木鸡怪，木鸡。木鸡，木鸡是鞋子嘞，不是吧？一个木头这样叠叠叠高高叠叠一个 castle 啊，对对对，积木不是木鸡啦，啊、哦，积木 OK， 好，就把它放 OK， 好，那这边给它三分钟，一二三 OK， 好，那这个给你哦，好，那我们呢？有些时候哈、哦，我们做红烧啊、哦，多加洋葱、番茄，对心血管疾病很好，然后加一点甜椒。今天甜椒太大了，想搭配你的茭白笋要切大一点哦。OK， 好，很好。OK， 进步了，进步了，不错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呢，高汤爱的奖励，女生才愿意当老公的助理，懂吗？我们这个高汤哈、哦，半杯、加一大匙半的酱油，好，不要太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肉丸有味道。嗯，很多人认为红烧肉丸子的时候都要加很多的寿司，可是我们是一点点的高汤，加一点酱油就好。对，等一下我们要红烧下去哦 ，OK， 好、哦，所以淡淡的，可是有鸡高汤的鲜美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三分钟到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你看它冒汗，有没有冒汗？哎，真的嘞，它冒冷汗了，没冒冷汗，冒热汗呐、啊。对，虽然没有那个什么。那我们先这个拿起来一下，很多的水分产生了蒸汽，我们是靠食物本身的热气 ，right？ 对，因为等一下我才放下去炒，嗯 ，OK， 先把这一块拿起来先 ，OK， 哦，等一下、哦，这边哈、哦、一点点油哈、哦，这个豆腐比较不会挤汤挤汤，哈、哦，这个豆腐会很好吃，如果你加太多油啊、哦。老师，你的闹钟响了。好哇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很美耶，我们的时间呢还有两三分钟，还有两三分钟而已啊。嗯、对哇，好棒哦，好美哦！我就说要吃丸子吗？一定要留一点时间。你看，只剩两三分钟，哇哦！可是还要煎 ，OK， 第一面几三分，三分，等一下两分，然后等一下再给它站立两分，好。OK， 可是让它等两分钟，我们再回来吧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要把它跨回去哦，然后茭白笋，对对对，那洋葱要开下去煎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步骤做完。先给它哈、哦，现在可以厚的先倒下去先。哦，那它就会它有点贴锅。要记得要卷嫩一点、小一点的来做哈、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啊，真的很像叠积木，对，东倒西歪。再两。在这个在两分钟后，我们再来加洋葱。再来加洋葱 ，OK， 对对 OK， 好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马上回来。哇、wow, ，我们刚才呢，两分钟后，我把这个肉丸有没有把它侧躺、啊、？OK， 哦，利用休息时间。对，你看砰砰的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是啊。然后我顺便放洋葱。嗯，好，因为如果你不侧躺，它就会烧焦哦。哦，好，你煎刚才一面。两面对不对？嗯，三分钟，两分，两分，然后呢，我就要侧躺了。侧躺。对，你看哦，没有用油炸，它会砰砰的。正面、反面、okay? 要侧面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加洋葱，哦、有没有看到？铁板洋葱。对，然后加那个葱。葱段。这个葱段，你看煎到这样金黄色。是。OK， 然后呢？很奇妙、哦，其实这样的一道料理，到最后人发现洋葱也好，葱段也好，一样很好吃。然后把这个茭白笋哈、哦、贴锅了，刚才是跨上面，嗯、现在要贴锅了。OK， 然后这个洋葱，你看你这样铁板很好吃，放一点姜片， okay. 然后放洋葱，对不对？嗯、然后这个时候在两分钟，我要呛那个，放一点辣椒，然后放一点甜椒、嗯，辣椒片，放一点甜椒。那甜椒没关系，大块搭配那个笋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调一下这个汁啊，呛下去，然后再滚一次就可以了。不要勾芡哈、哦，千万不要勾芡。好早哦。Okay, 我要去准备碗筷了，然后给它再一分钟滚，然后我们这边哈，那边你看、okay、又多做一锅，真的是哈、哦，这边就是没关系了，第二面金黄色，真的耶。OK， 然后我们就侧躺，啊，而且我觉得很奇妙，虽然我们没有用油炸，对不对 ，Lady？ 对。可是呢，那个啊，肉包啊，真的那个肉饼会膨起来变大，然后那个豆腐呢会有弹性的。
端端的。你看这个，如果你不要再侧躺，它就会烧焦，所以现在要侧躺它。好 ，OK。然后我们现在来放洋葱给他们看。洋葱，对，不要忘了，这里我们就可以放洋葱。位置放啊，洋葱要贴锅，哒哒，不是放上面，上面不会甜的。爆香的东西要放上面，下面。怕时间来不及嘛？ Okay? 没有这样子的啦，做哎呦那么辛苦煮一道菜，为了来不及时间，然后乱煮，好可惜哦。好 ，OK， 是。然后把葱白放底下，嗯，然后这时候当然茭白薯也可以贴锅了，哦 ，OK， 然后番茄放上去，好 ，OK。然后呢，这个甜椒可以等酱油再呛，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到了，所以我先把这个放下去一起呛。那洋葱如果你有爆香再呛酱油，它会更甜。OK， 很好吃喽。好，有没有好吃？然后汁不要忘了，可以放吗？可以了，淋上去，呛汁。OK， 然后给它滚一下就好了。这个肉丸哦，我们来切看看。可以去拿碗筷吗？好，去拿碗筷。耶，赶快哦，给我一个小碗。滚了哦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助理要跑了。好漂亮哦！你看这个肉丸，好漂亮，大大的，蓬蓬的。然后我们不要勾芡哦，我们吃这些食材。我回来了。好，剪刀。剪刀，对，好，好，没有关系，来，没没有，我就，我不能吃一个，可以啊，耶、yeah ，给你一个，剪开来吃一小口，嗯，哇，一剪那个汁都蜜出来，你看，刚好熟，哇 ，just nice， 你看啊，刚好熟，你吃吃看，我嘴巴太大了，这样没办法，啊，再剪一下，嗯，好吃看看，然后这个豆腐这些都、嗯、just nice。嗯，好不好吃？嗯，然后我们这个肉丸哈、哦，哇，好过瘾哦！爹地刚刚好的咸度，而且可以吃到它的甜分。那越煮越蓬，景气不好的时候啊、哦，用不要用油炸，你会看到你的肉丸变大了，有没有？景气不好，没有钱买食材啊，什么都很贵，食材都变大，不是只有肉丸变大 ，OK？ 好，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。我们可以先做一份高级的，高级的，就像我们两夫妻两公婆菜就好了，好吗 ？OK。豆腐可以切一半吗？豆腐哈、啊，嗯，豆腐哈、哦，豆腐、哦、我们就这样子自然的来放在这里。哦耶！哦，一定要整条哈，就这样子画在中间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？哦，好漂亮哦，软软的豆腐煮好哈、哦，它很滑嫩。好 ，OK。我要赶快帮你忙。对，不然哈、哦。有人又要嘟嘟咕噜咕噜叫了，耶！好，就这样了 ，OK。甜椒，来一点 sauce， 来一点 sauce， 嗯，最后呢，来一点香菜，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助理帮我准备香菜哦，我们要上菜咯，好，上菜喽，好，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淋一点 sauce， 淋一点 sauce， 啊，再淋，快点，快点，哇哦，嗯。sauce 不要煮多，主要是吃食材。不是一大堆 sauce 烧得干干的，对对对，很咸。主要是食材哈、嗯、，OK， 好，哇、wow, 我们今天带给大家哈，你看如果没有香菜，拿一撮葱也可以啦，这样子站起来就好了。耶，哇，你吃，好吃的，茭白笋焖红烧肉丸子，包你全家满意。我们接下来复习材料，顺便听营养师怎么分析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陈慧环，很高兴一起来为健康把关。今天的这道菜呢，是以绞肉丸跟有机豆腐作为主菜，那整个蛋白质跟脂肪的含量是比较高。绞肉经过两次搅拌之后呢，再加入一些荸荠、洋葱、红萝卜跟青葱呢，使得整个烧肉丸子里面呢嫩中的口感呢嫩中带脆。那另外呢，也加了一些有绞白笋、甜椒、番茄、当作配菜。所以整道菜色的纤维跟维生素的含量都很丰富，所以也平衡了这一道菜的营养素跟色泽。讲到绞白笋呢，绞白笋本身它是一个低热量、高纤维、水分高的蔬菜，吃起来很有饱足感。对于一些说肠胃容易有便秘啦，或是有比较身体燥热的人呢，它是有
清热利尿的效果，也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。但是呢，它是因为是寒凉性的蔬菜，所以对一些比较胃寒虚弱啦，有严重腹泻，甚至女性经期前后呢，就比较不适合吃太多的茭白笋。今天的这道菜当中呢，我们强调是以有机豆腐来做。那有机豆腐呢，当然它是用有机黄豆做原料了。那整个的制造过程呢，也应该符合有机产品的要求。那真正的有机豆腐呢，它应该是以盐卤来代替碳酸钙做这个凝固剂，也不可以加发泡剂甚至其他的化学添加物，才能够减少对身体的负担，使我们吃起来呢更健康。吃出美味也要吃出健康哦。让我们来看看这道菜的热量是多少。茭白笋焖红烧肉丸一人份，蛋白质24公克，脂肪21公克，糖类2.5公克，纤维3.5公克，热量295大卡。